江玉走后，我独自出来喝酒，没想到江婉居然来了。上次约会你迟到，这次直接放我鸽子是吧？他跑来这自己喝酒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喝酒来。你喜欢我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哇？你这也太草率了。你知道我是你男朋友吗？你这算表白啊？准备鲜花，所以你喜欢我？喜欢。你要说话不算数啊！我跟你说，男生说话就得算数。是啊，男生说话得算数啊。行，就是也行。既然你终于想当我男朋友，那我们勉为其难的同意了。来，喝酒。喝酒，走，不能喝，你喝那么多干嘛呀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坐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谁给你放床牌？我先回家了，然后明天再来看你。你在这儿乖乖的啊。江玉，你别走。我真的没想到江婉会这么说。怎么样？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？啊，没有那什么。你怎么拿着行李箱啊？啊，就是。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你是我男朋友。那个，我房租晚交了几天。然后房东那边欠钱眼开，我吵了几句，然后他就给我撵出来了。他怎么这样啊？我能去你家住吗？那个，要不我给你转点钱，然后你回去跟他好好谈一谈。你那是不方便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咱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是哈。你别多想啊。哎，没，我多想啥呀？或许他也有苦衷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我陪你回去，咱们跟房东好好谈一谈。你就是性子太急了。不用，我可能是自己脾气急了点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回去找他聊一聊就行了。我跟你一块去啊。没事，你回去工作吧啊。走吧。无处可去的我只好找个地方落脚，没想到竟然遇见了江玉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拿个箱子啊？我你吃口饭吧。我说还拿个箱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俩之前住的那个房子到期了，然后我现在正找房子呢。现在这不是被赶出来了吗？没办法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啊，你那天不是走得急吗？我也没来得及跟你说呀。怪我啊？那你差多少钱？我给你找过去。啊，不用，你都帮我多少回了？帮你这么多回，不差这回了。真不用。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住啊？我今晚就搁这凑合一宿呗。这儿，麦当劳。你能对自己好点吗？走，跟我走。不是，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？我家。无家可归的我被江玉带回了家。不是，你管这叫家呀？跟你在那都不一样。不是啥？没有，进来了，杵着干嘛？啊，好。江婉呢？啊，我找过他了。你俩吵架了？没有啊。他那儿不太方便，我就没过去。那你至少得说一声吧。哎，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那你
你看看你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好吧。那你今晚先住这儿吧，明天我陪你找房子去。你这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啊？先管好你自己再说。我不是被你照顾习惯了吗？洗漱睡觉。不，这就一张床，这咋睡啊？那不有个小榻子吗？就你坐那地儿。不是你这，那我还不如回麦当劳呢。逗你呢，去床上睡吧。不是，大晚上谁呀？看看雪人。就让他在我这儿待一会儿，刚才晚上他给你打电话呢。谢谢你了，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都没接。不是，我手机不没电了吗？再说你家也不方便，我跟你这儿接触一下。那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不是，他是你姐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带他先走了。不是，走。那江玉，我就先跟他走了。去吧去吧。行。哎，等会儿。啊？怎么？外面冷，把外套披上。赶紧去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不是，你怎么找这儿的？你闭嘴。不是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我无家可归，我还没生气呢。我那儿都不算家了是吗？不是，是你说你那儿不方便的。再说了，那是你姐。我也不是外人，行，不是，那怎么不行了？就是不行，你把外套撇了。这你姐借我的衣服，再说她怕我冷借我的。撇了。不是，你干嘛？不是你生那啥气干啥呀？我没生气啊。我和你姐就是碰巧遇见的。那可真巧，巧到一个屋子里去了是吧？不是，她看我没地方住，她才让我去的。再说我跟她那儿就待了一小会儿，我啥也没干。那你还想干点啥是吗？不是，我能干啥呀？再说她就是你姐。她就是江玉，在你那里。不是，你痴痴心疯了是吗？我就是疯了，你是我男朋友的，我就是死外面了，你也不是死的，你是家人。可理，我先问的你那儿能不能住，你告诉我不方便。我说不能住吗？再说吧。非要去找他？死定了！不行，你不能去找他，就是要去找他。我死外边行吗？跟他吵了两句，这不无家可归了吗？那你这是？你那个小榻子还能再借我搭一宿吗？还来我这住？还嫌我跟他误会不够深？我你赶紧找他去啊！这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在出什么事儿呢？哎呀，法治社会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放心。不，你不放心？不是，你知道他怎么说你的吗？他怎么说我？他也是我妹妹。他现在你不找到他，一个人得委屈死。他委。我还委屈呢，我现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。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，回家了吧？不可能，他现在肯定在楼下呢。不可能。走，跟我走。不是，干啥去啊？找他去。那儿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吵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